绝对失常性嘅，就会发现到见到呢啲嘅人，好奇怪啊！咁系人，索尔对上瓦利拉，你要小心点。为了末日锤。法力之条闪电剑同范武器火石族，所以我们暂时都唔需要留翻一只范武器用。系之前，换翻嚟呢张唔可以话唔靓噶啦，系三五，比我前期系有些少问题。你好啊，朋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我们渴望复仇。好，首先我先要了解啦，呢个魔王系咯。我投一扣先啦，首先用两招去解呢一只。每个玩家抽两只牌，我会英勇战斗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我会英勇战斗。元素王，引导我吧。没有敲两针，还不要敲。我可以钓一整天的鱼。完全纯粹抽牌机制，赢多，虽然呢个游戏都系牌多，赢机会都系大。建议我骰虚吗？原来真系夸张得好紧要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建议我骰虚吗？玩得不错。太多选择了。嗯，不，
那我就收牌啦。好劲嘅笔，要出 course 可以选择出大公司就得，唔系咁多钱。打面呢个概念唔同，令到自己想要嘅牌一直都会喺手。又放翻落，你是妈要红太傻，咁喺呢个时候都咁你可以拣噶啦，咁佢如果佢真系要拣个小元素，咁你又继续打面。可以打啦，七加三加二十五点，十五点加九点，再加可以打两次。七點佢就可以拆一陣。